其实如果这边打野位方法想拿男枪的话，我觉得配卡尔玛配加里奥都是可以的，应该要配加里奥了。嗯，我感觉是男枪，男枪跟猴子也大概率要锁了，左边大概率就是这个阵容了。 TOP 已经是确定完毕了， TOP 这个阵容其实不是特别出人意料吧，对吧？每个人都拿到自己的，这是真正的拿手菜了啊，这个菜不是那个菜。同时是两边的辅助，一边带了守护者，一边带了这个应该是余震吧，对，我看的有点远。是，而且预言家这边带了一个虚弱，他是比较保守一点的。369这演起来了，有兄弟的汉子哥直接摸眼要锤一波。汉子哥这边哎呦一分半了，回不了家了，这要死了，要交闪了吧。哦，最后一个闪现换出两个闪，但这个 TP 得交了。而且刚刚那一波要看卡萨能不能再利用猴子没有闪现的这个期间再去帮上路 gank 一波。又是一刀了，接下来我被挂了一个点燃，林伟翔的话身上也是被套了一个虚弱。两边第二波兵线都还没交手就打到你死我活了。所以维鲁斯其实算是一个破克型的英雄啊。哎，这里又是勾到了，这感要出事了，交闪了，反手一勾被扭掉。就没有想到下路上来脾气这么火爆。是，对，而且他这个英雄打斯特拉是比较优势的，斯特拉这边一套不一定能秒掉他。哎呦，杰克老这边被勾到了，但是雷达哥赶到流行动这边可能要卖掉自己了，这个闪现是肯定不会再交了。哇，卡萨的雷达发动了，他这波抓到的不是小天的动向，而是抓到了对方刘青松这个钩子，有可能下路有一波可以直接发起三比二的一个机会。小天这边被视野看到，但预言家这又是没经验了，在别人眼上回城，两边的打野都是怀疑颜色。杜云碧在中路一个打主技能嘲讽一下，小天能不能及时赶到？到了，男枪现在小天身上还有双 buff， 所以这个中单能力还是非常的高。两边二打二有没有要碰起来？但是河道迅捷线现在反而是一个争夺的点，被抓住了过来 Knight， 但是 Knight 自己也要被打一套，推了一下对方的中野。刘青松赶到的话，应该是够不到任何人了，要不然小天可太亏了。因为毕竟刚刚被辛德拉的一个 W 技能把河道迅捷线给抓走了。两边在干嘛？锤石都来了。两个锤石都是来到这边，硬是要保雷达哥的这个河线呀！是，这很有牌面的河道线，这已经是堪比于上路的一个峡谷先锋了，对吧？我的天，这才四分钟啊！两边在这边河线已经开始大乱斗了，这没有视野，机会不是特别好。但是第一个时间是被那边的草已经看到了，而且雷达哥也在旁边。这波小天主动出击的话，盲僧其实就在附近。这边可能三十几要卖一下的，但没有闪现。这一波的话，三六九操作上面，他感觉是想反打的，其实对他觉得有机会可以撞起贴在身边的一个小天，但小天其实是拉利用一技能哦，快速拔枪拉了一个位置。这一波我觉得是死于想法太多，全在于 LPL 来说，这是非常影响胜率的。这是来自于硬币哥的一个 TP， 这里要动上路的三六九，直接一个闪现的 W， 三六九，但三六九这边还有闪现，闪现交出来没有被一撞到，这时候叫这个羊怎么说？血量撞到了，撞到了，但是伤害不太够，还有一个治疗，三六这边应该是没了。哇，真的哇，硬币哥的支援。对，但这波拖了很长的时间，导致滔搏这边下半区直接开始来动第一条小龙了。这条龙打的速度感觉方布拉斯应该是有机会来打下团，或是增强一下小天的位置，看起来是想抢一个阿妈。对，不太好打，没有毕竟少了一个硬币哥。是吧，现在读书厉害，那我就当读书人。对，你看这个加里奥，哎，这里是踢到了，踢到一个真好而闪过来打招，直接给能量给到，感觉要死了，一丝血最后被卡萨给带走。小天虽然就在旁边，但最终没有救出被卡萨回旋踢过去的一个堪。而且这一波 JK Love 是在往上半区赶，但是林伟翔这边还在推线，所以感觉滔博这边可能控一下血量，等到 JK Love 到场的话，他们控下这个先锋的概率会更高一些。是的，要看硬币哥这个大呀，维鲁斯不在的话感觉不太想上了。是，这波已经被三六九卡住了小天的一个位置，也没有抢的一个机会。哎呦，卡萨这边再拿一个地图资源，卡萨从半决赛到现在啊，这几场比赛的一个地图资源的掌控太到位了。大招直接定定到杰克拉夫，后面的灯笼被楼勾回去了。阿水这里被秒了，是阿水倒下以后，后续的一个团战想直接踢死刘青松，但是有一块表，小天跟过来，那这样的话，滔博必须撤退了。这一波松松一套连招挺帅啊。是，杰克拉夫这波没有反应过祥子哥的一波大招，哎，但卡拉这波还想打，又想来，小天被踢了一套，血量有点低了。这个羊怎么说呀？撞谁？哎，空了，而且反手吃到了一个钩子，但是够到了，但是辛德拉定到了，又是一个 Q 型的。这一波 Knight 的技能太准了呀！是，他反手一推，再加一个 Q 啊，正好两个人头 TP 差被滔博利用了呀！而且有个先锋啊，这一波滔博还挺赚的。这波灯笼拉完以后，但没办法双 TP，
一开始方布拉一开始躲二段羊其实已经是躲得不错，但位置相对的也是被卡住了。主要这个辛德拉推啊，推再加中，这一推包括这个 Q， 你看纳特这一波的技能很准，没有给任何操作的空间。经济可能是领先，但他补刀术现在是落后的。又是一个二闪，又是小天，这一波配合奈德的爆发，直接把小天秒了。哇，卡莎两波二闪都是直接为队伍创造了人头。看维鲁斯上面，虽然林伟翔是两个人头，哎，这波位置很刁钻，接维鲁斯大接一个锤石的 Q， 这一波加疗感觉操作不起来了。哇，又被滔博利用一个先行布置的视野以及盲藏在方 plus 蓝区的一个卡莎的盲身，这把抓到了一个。挺猛了吧？对，而且 OP 选手也给到了他，他这把声音确实很大。啊，你还记得那个草丛吗？对吧？就是上次那个绕后 TP 的那个眼位，也是在那个草丛布的。感觉卡萨对于这个绕后啊，每次效果都非常的好。主要必须说这个版本选盲僧很容易就变成一个会被观众，就如果你前面没做到事，观众会觉得你这个英雄就是你凭什么选，对吧？但这一局其实完全压制住了小天的男枪，卡萨身上还有峡谷先锋的先锋之眼。对，一会儿可以帮忙做一下中路的兵线。哦，现在直接放了。奥恩已经十二级了，奥恩十三级就要出现我们出了那个问题了。以现在硬币哥的加里奥的一个发育，要处理这个奥恩也不是那么容易。小天这个位置有没有危险？闪现吗？这里三六九被打了一套，但是哎，天被秒了。这里的话，三六九也是被换掉，还没有到十三级的一个三六九直接被秒。汉子哥这边有一个假猴在旁边，奈德被射了一箭。是。现在方布拉斯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一波机会，可能打一波先手会更好一些。闪现直接给一个 QR， 哇 ，Knight 四杠零了。是，这波复法宝出一开，其实林伟强掉了一个次疗，但还是被最后一颗球的能量倾泻给带走。真的是需要针对一下了，这里这个血量感觉守不住了，交出一个进化吗？看一下杜云碧这里，哦，是一个干锅，刚刚救了一下，三六九顶了上去没有顶到，但是 W 技能挡了一下锤石的一个钩子。弱者推战还在给方 plus 反打的一个压力，方 plus 贴不了身。因为你看奈德这个装备是领先几乎对面是一个大件的，但这边看一下能不能秒掉瞎子，闪现躲了一下杜云碧的一个嘲讽。这里的话汉子哥进场想杀预言家，预言家自己技能甩了一下，又挂了个虚弱给对方，但这边有个灯漏直接点了回来。这里羊要叫吗？感觉太远了，闪现是逼了出来，小天的一个闪现是，但作者推弹推到又给了一发，又踢到了。加辽赶紧给一个 R 技能，但是自己也是往后赶紧 E， 是互相的资源。杜云碧利用自己的英雄登场来限制滔博的一个追击，以后再拉着刘青松的灯笼退掉。你看到那边的那个精灵弓箭手还附魔了，对，嗯，附魔成功，幽梦升级。哎，这波蓝 buff 被拉走，一个很生气，过去套了一个虚弱，预言家直接交闪往回拉，大招是留住了方布拉斯这个位置。反手又是一个精灵射手的一箭过来。就如果说我们说是看电影的话，就说他已经集齐了几个任务了，就先去找锻造师帮他强化他的武器。刘青松闪现躲羊。就是这个时候，如果方 plus 这边真的要抓机会的话，得要抓滔博的人落单的时候。但是看现在滔博这边完全不给这样的机会，我这边也不去单带，我就几个人抱在一起，离得比较近。是，而且现在对于翔这个来说就更难受了。我原本的装备就不如对面的射手，然后现在对面这双吸男妖女妖都带起来了，对吧？就是两个女妖面杀你，第一剑还要破炮筒。刘青松是肯定被秒的，接了一个钩，接了一个羊。于是上一波把闪现交完，这波没有闪现可以躲了。那这个龙怎么办呀？汉子哥这边很着急。想要下去吗？但是被预言家跟奈特两个人追着跑，下去了一个藏在草丛里面。猴子，哎呦，又被推了一下，射到的是假猴，但是大龙的血量已经被滔博一点一点的压到剩下一半了。现在就是要看汉子哥跟硬币哥的一个配合，但是滔博好像没有给这个机会。蓝枪在绕，但位置是被找到了。另外一边奈特单点在找林伟翔，林伟翔叫了一口治疗，奈特要强行秒林伟翔吗？英雄登场给到以后秒掉了，杜朗护盾，林伟翔还是被秒。进场的一个小天在上方被控住，卡萨好取掉人头以后，这波三六九已经杀疯了，闪现一个头锤，让后方的预言家只拿到了这颗人头。奈特真的是太强了，他一个人面对对方三个人秒掉你的 ADC 还全身而退，这一波真的是让方 plus 很绝望。那这样的话滔博携带这个大龙 buff 至少是一路高地，甚至有可能要一波呀，感觉一波压力很大。但是他们这是要稳吗？回家好像就不会了，没有 TP 的辛德拉这波回去还是要稳一手，完全不给机会啊。对，一路先拿下吧。当然这只是游戏的第一把，不过现在游戏第一把方布拉斯已经面临了很大的难题，面对滔博的一波四人上高他没办法去守，杜云碧一技能过来也没有任何的机会。滔博这里的话现在携带一路兵线的优势，感觉想破三路，
至少第二路肯定是拿下了，下路的超级下路的兵线是被三六九带了过来，都过来被一个控制守卫给看到了。对，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方法又闪现了一剑，这 JK Law 这胆子也提大了点，这火龙魂啊伤害太爆表了。汉子哥被二闪过来了，又杀汉子哥过来，选手触发想要秒一下对方的后排，但是拉开汉子哥残血，那就直接被秒掉。这样的话只剩下 JK Law 一个 C 位，这里的话还要超本 JK Law 这样的超本到了，对面想都不对，团战可以输，但阿水必须死，所以被杀掉了林伟翔。而且这边三六九现在是被单打的一个局面，后面林伟翔是被保护住了，但是正面的团战没有处理掉，卡萨以及预言家还有三六九，后面这三六九太肉了吧，扛着对方四个人根本就死不掉。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对吧？你们看猴子的 R 是往后走的，R 了一段以后，正好赚到一个没有闪现的辛德拉，辛德拉被南湘一个大招是带走了，小天地宫了，吃了太多的 A O E 了啊！哎，杰克拉也正好被对面跟干锅也没什么关系。好，对面追着 JK Love 拿下这个人头，但外面回来，这个龙魂好像守不住啊，感觉方布拉斯过不来，过不来，又被推了一下，小天位置已经被抓到了，而且三六九现在有点恐怖，这个大洋撞了一下没撞到，但是现在三六九一个顶在前面，跟对方根本打不动他呀，还有一个狂徒，哇，三个贝克只有方布拉斯兵线压力太大了，他们这个阵容清线其实不快的，是已经是最后一座门牙塔了，最后的桥头堡一个英技能顶到，但是到一个真的，这是真的猴子，猴子感觉要在塔上直接被秒，现在大概是灌到了小天身上，相爱相杀呀，哇，救赎撒一下，那就又过来天女散花晕到对方三个人，在泉水面里面散花不拉，这三个人员没有办法阻止滔博的一个正面猛攻，又勾到了勾到了一个硬币哥，直升开起来，这是已经是亮标的时间了，滔博第一局盲选局率先拿下，恭喜滔博 eSport。 滔博这把无论是前期的节奏雷达哥跟这个 Knight 两个人带的，包括中后期的一些运营，包括他们的那些小细节都打得太完美了，是的，根本没有给方布拉斯任何的机会啊。揭穿面板上 JK Love 的一个维鲁斯啊，贡献了全场最高的一个输出，这一把的输出伤害一定是两个维鲁斯排在前面的蓝色方。那我们来公布 MVP， 哦，雷达哥，同系老师这边领先米勒老师一分，好吧？终于我们的 MVP 评比不看数据了，我昨天看节奏了。不是，我想了想，还是可能跟数据有关，因为辛德拉死了一次。哦，你说这个零跟一的问题是吧？觉得这把雷达哥这个节奏前期太重要了。对了，来了零大于一啊，不是在暗示啊，是死亡是零大于一的一个死亡数，五杠零杠六。